你今天不是在教课赶来了啊？我要电马吓我一跳。没完蛋吗？我这发型还好吧？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，超度一下。啥嘛？我让你超度一下是啥？这。哎呦我的小姐唱的真好啊！要你也整两首去呗？整两首就算了。嗯，我可以带你去整两口。走。哟、哎哎哎，咱这多少钱一位？239一位。我去，哎，这是看着有点像咱去三四百那种海鲜自造啊，三点蟹、老虎蟹不吃，冰身鱿鱼、黄辣丁是不是？我罗志祥还在动啊，这黑虎虾锃亮锃亮的，赖尿虾袋子可以整点啊，这袋子肉可肥了，看见没？拿把小的，行。二百六红虾，能拿这个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不客气了。看这海鲜吃啊，白虾、基围虾、梭子蟹、大闸蟹也可以啊。广东凤爪是一定要吃的，哇，好假呀！走，你今天不是在教课赶来了啊？我要电马吓我一跳。没完蛋吗？我这发型还好吧？在，能给你拍照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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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也想拍。哎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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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很喜欢我、哎，毕竟我是一个颜值主播，我像黄晓明这个事儿已经坐实了啊。切切，你就冷怂的切，你就山起的切。这双看着好香啊，榴莲应该烤焦了才好吃。鳗鱼啊，哇，这个看着漂亮啊，给我的。那你放手吧，这边给我整点螺蛳虾呗。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一下顶咱好几趟。螺蛳虾，哎呦，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，超度一下。你好，啥嘛？我说你超度一下是啥？蘸点酱油更好吃，蘸点酱油更好吃，蘸点酱油更好吃。整点酱油更好吃。高点头，高点头，这样咱上火有点严重啊，拜拜火。来，兄弟们，先走一个。哇，好像来口牛排，垫吧垫吧，饿完了都。嗯，哇，凤爪好好吃，兄弟们，来广东这边吃自助餐啊，它里边的凤爪千万别放过。哇，螺蛳虾真肥，蟹真板正啊。哎呦，我这把螃蟹也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放了一下。看、啊、你捏我耳朵干啥？你捏我耳朵干啥？捏我干啥？整个螺蛳虾块特别圆润，发现没有？啊，闻一闻。嗯，口感特别嫩，咬起来又特别香，你知道吗？哇，这比龙虾好吃多了，真的。那螃蟹，咦，哇，这肉，哇，真鲜，哦，老鲜甜了。看肉，哦，还是烤出来的有点好吃、啊。那个袋子，来，张嘴弟弟啊。你吃错了，鲍鱼不是这样吃的、啊、那个肉吃不成，这个肉它是特别硬的，捏都捏不碎，它是硬的很。真的，你相信我，刷个面。翻个台了，翻个台了，除了锅上都不要了。好，差不多了，谢谢。螺蛳虾还有吗？没了。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就剩这几只了。哎，来个倒不如来个巧。嗯，香。黄鱼来一个。嘴，哎呦我的妈，你挂菜市场去了。也不知道从哪学的，那人筐都干过来了。清仓清仓，大榴莲吃好的吃贵的。哎，放我这儿吧，直接放我这儿吧，我给你清仓了。走走走，哎，黑虎虾锃亮锃亮的。哎，这大公蟹。嗯。嗯，蒜蓉啊好。嗯，黑虎虾，嗯，比较硬，没有螺虾那么弹。嗯，今天这个是我们在深圳吃的第一家海鲜自助。我原本以为这个200多的价格，觉得应该是挺一般的，但是吃了之后还是挺惊艳的啊。更高一档或者两档的海鲜自造来比的话，就少两样东西，一个帝王蟹，一个龙虾，所以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，我觉得。没人了，三二九消费717，三个字，嘎嘎地啊。